不信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去找你们没找到，然后我给外婆打电话说你们在这里呢。你在这干嘛呀？你没看到我在干嘛吗？爸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你们呀。你们在这里帮妈妈干活吗？啊。不信，别干了，别干了，走，我回家。这么热的天。这么热的天不干的话，我还有很多事情，小孩子的作业也没有辅导。你想一下，我一个人带着他们，然后呢，家里面的事情一大堆，回去，我们 回哪里去？我们回家呀。哪个家？哪个家都行，我有事和你讲，你听我讲，好吧？这样，我们先回去，好吧？你看孩子们跟着你这么，孩子们都饿了，在吃那个玉米杆子呢，你没看见吗？啊，他们在吃那玉米杆子呢，好吧？好吧，这个很好吃，很甜的，我们小时候经常也吃呢。吃一吃嘛，没事的，来嘛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先回家嘛，好不好？不愿保留。怎么那就？好。你有事情谈的话，我们先谈一下吧。好，我帮你哈，走走走，我帮你，我来。没事，走嘛走嘛走嘛，你衣服弄脏了。加油，爸爸。哎。哎呀，我来帮你吧，别理我，我来。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，妈妈妈妈，我要买个手套，爸爸，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，妈妈，你们两个吃了饭现在好好说，妈妈说话好。哦，好好，加油。哎，爸爸，你们在玩什么呀？丢石头。嗯，好。好好玩。来来，过去看，我们爸爸给你们买了新衣服。家有买的鞋子，这是给14岁的衣服。这是给妹妹的衣服，然后这个呢是给妈妈的，你给妈妈带去，爸爸好不好？妈妈真的，我知道妈妈很辛苦，所以说这次我回来了，我就再也不走了。外婆，天天你别学习哈。哦，没有没有，吃过宝宝，吃妈妈的书哈。嗯，好好，谢谢。你吃一点。别学习哈，别吃哈。好好，谢谢外婆。吃点哈。看到了，孩子是怎么的东西？谁呀？外面是这样的东西，在我脑海里。我一定会好好的改变的。我改变的时候就是欢迎。